家好，我今天要拍的是《创世神》0.15.0，因为我还没有很适应这个版本，所以我刚刚就抓了一头牛，一头牛。我们现在就来做它看看。红做，跑，还不错。我觉得它如果拿来跑步的话，有可能还不错。我今天就是来要介绍这个马儿。首先呢，你可以帮它装些装备，例如说钻石很重啊之类的。还有，对了，有人上次问我说，0.15.0有活塞吗？我能告诉你，有，但是没有中介珍珠，就是，所以我现在还要教一个大家的一个方法，把牛操作的方法。如果有玩过电脑版的，应该都知道，有点先这样把它绑住，然后用一个这个东西，然后按一下，就这样完成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在下方按赞、订阅可以，谢谢大家。